胆囊息肉主要根据胆囊息肉的大小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。一般来讲，小于5毫米的胆囊息肉建议观察，那么5到1公分的息肉那么建议密切的观察，那么超过1公分的息肉建议进行腹腔镜的手术切除。那么在切除的过程中，对于超过1公分的胆囊息肉，我们在手术当中要做术中的冰冻，来明确息肉的良恶性。如果息肉恶变，我们就按照胆囊癌的处理来进行补充手术。如果是良性的，仅仅做胆囊切除即可。良性息肉，单纯的胆囊切除就能达到治疗治愈的目的，而胆囊息肉恶变，通过做胆囊癌的根治，那么我们就根据切除的标本，看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，看它浸润的深度，来最后来判断病人的预后。